好，跟住到下一套，下一套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奇幻作品系嘛？呢套算唔算？我唔知算唔算？呢套就系《蒙提尔都来自异世界》。其实买只兔仔嘅啫，最即系最感动就最萌咯。你如果你计角色嘅话，可能系咯，但我觉得剧情上面都可以嘅。O K， 因为我睇咗咁多套新番，我觉得反而我会吸引我睇嘅睇落去嘅会喺呢度。点解咧？我觉得。其實我唔知係因為今季嗰啲太咩啊，太公式套路咧。咁我佢講翻劇情嘅話，就第一、第二集佢就話有啲人有啲一開始已經係有啲受嗰啲恩惠，天生已經有異能啦，有 gift 啦，簡單啲嚟講。係啦係啦，咁佢身體咧會有啲某一種嘅特殊能力嘅。咁呢啲超能力咁佢唔知係被好似九日咁咧，被邀請咗去異世界咁啊，好似。有啲系绑架，唔系邀请，你搞错咁样嗰度系。喂，九日都系邀请噶嘛，但系佢实际上系绑架。两者都系一样嘅，名为邀请，实为绑架。因为咧，当你开一个就系、是，当你开封信，喂，你简单啲，好大，你边个 yes 都我拣都好啊。你根本就系我嚟咗之后，跟住我真系有谂过就系嗰三条话。我冇應承你嘅喎，佢會唔會封信係 detect 咗你嘅意願？如果你嘅意願係 yes 嘅話，先咩？咁你可以咁解釋嘅。得兩個 choice 㗎，我是 S， 我是 M。咁有咩關係？就講真啦，即係其實真係一來呢個已經係好大問題啦，即係點解會無啦啦？我覺得點樣九日都係咁嘅啫。點樣捉一個人入一個異世界，我都唔好遭佢嘅處理手法。嗯呢個唔係重點，算啦。呢樣唔係重點，我都覺得係，即係你可以話哦，佢哋天生懷有異能，咁然後跟住就對呢個世界有多少覺得啊冇乜癮，因為佢哋嘅異能好玩，因為佢哋嘅異能係玩曬。佢哋其中一個咧飛鳥個異能其實都可以玩曬喎，操控人心，大佬佢一操控人心已經玩曬啦。我感覺上正確啲，佢個能力應該係異能嘅能力咯。明咩言言即講出嚟或者照翻繼續個順序先啦。咁跟住帶咗佢哋依個二世紀叫雙庭嘅世界裏面啦。嗰陣時就跟住阿黑神個雙庭學完啦，唔係咯，絕對。跟住就一個叫自己就黑套嘅見我黑套啊，又熱到啲色，唉嘅女仔就出現啦，就話就話哦呢、這個世界歡迎嚟到呢個世界咁。係啦，咁呢個世界咧就係、是、叫做咧，其實咧名為遊戲，實際係一個賭博遊戲，賭博世界嚟嘅，依個係賭博密室錄嚟嘅。有啲好多卡啊，恩賜卡啊，唔係嗰個其實我卡嗰度暫時未知佢究竟個 function 係乜嘢，純粹而家係 detect 話我究竟你有啲咩能力。佢個能力嘅正體個名係乜嘢，就俾翻個稱號，俾翻個稱號你咁解嘅啫。咁跟住應該咧就會其實呢啲卡如果咁樣俾你咧，就應該會預期到動畫嘅發展會係譬如話將個打鬥啊，你會獲得一啲能力啊，到張卡就會顯示嗰個能力，即係越嚟多咯。俾我諗翻起本漫畫就係植木的法則，比較似嘅。哦，我知道你講乜嘢啦。咁如果係嘅，類似嗰種咯。而你話嗰個故事劇，因為一開頭啦，我覺得其實這套東西呢套嘢咧，我未去到話唔好睇。但我都覺得略嫌有少少悶，因為嗱本身我知道呢三條友係勁，但係呢三條友真係勁得，即係可能之後有啲更加勁嘅人啦，肯定係。而你一開頭其實點解要吹到佢哋咁勁呢？即係當然我明白就係佢想吹到呢三個角色啊，十六夜又好，飛鳥又好啊，春日部又好啊，佢哋係好有個人性格嘅，即係而且佢哋嘅而且亦都可以話佢哋性格係有多少問題嘅，三個都係問題兒啊嘛。咁跟住又咁樣去大故事，咁你見到就係阿十六夜就係其實係一個叫做咩鏡音，你唔覺得佢個樣好似鏡音？佢係享樂主義者啦，你可以話係，即係而且好明顯就係喺三個裏面係勁到冇朋友，戰鬥力勁到冇朋友嗰啲，戰鬥力勁到冇朋友，智慧都點爆嘅人嚟嘅。嗯，其實都玩曬咯，其實基本上一嚟就已經知黑套揾佢哋嚟係有隱藏嘅目的咁樣。我睇漫畫，我動畫版冇睇嘅，點解呢？漫畫其實真係好不觀啦。而家頭先個問題係咁多啦。每一次遊戲咧，其實類似有個規則嘅，但係因為男女主角咧就太勁太勁，超級勁，所以規則基本上冇用嘅，係因為要打爆曬。或者講我覺得係轉嘅咩叫咩轉嗰啲法律罅咁樣咯。但我想問佢有冇用腦，即係用腦玩先好多時都，我成日都用腦諗。我覺得嗱，
所謂嘅，即係你會睇到所謂叫做喺個遊戲之間嘅智力嘅攻防啦。而呢套嘢暫時頭兩集未見到，原因就係因為咧，喺第一次，因為佢哋全部好依賴就係我能力掛帥，我能力已經超越咗你嘅規則。而好似你一開頭第一場，就算話同好簡單同阿黑浩抽卡嗰度，你明顯就係班友全部老千嚟嘅，一個落降，一個好明顯飛鳥，係諗住係已經係諗住出能力去逼嗰條友講嘢，而跟住十個嘢更加唔使講。如果佢去賭場咁樣 ，secure 唔該，即係有啲係。喂，最大問題係你佢因為已經佢限即係個規則已經講咗出嚟啊嘛，你冇違反個規則，佢咪賭嘅。而你話呢啲咪叫走法律啦？唔係，而你話我會覺得話點解我唔會算係呢個職業金矿，因為呢個根本上係規則就係話你抽你抽張豆，抽張豆大，咁唔係抽張豆大，抽張鬼仔，抽張公仔出嚟。而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個規則咁簡單，亦都個黑兔冇突然之間好似試佢哋能力咁樣，突然整啲刁轉嘅規則，而佢哋諗到，佢哋只不過係叫做夾硬嚟。咁你會見到就話，就算佢依條友十個嘢，你會覺得佢幾有智慧都好，喺呢場攻防戰裏面，你都睇唔到佢有啲咩智慧出現。哪吒咁樣，唔係呢個，我覺得係一個導入嚟，即係第一呢、這個世界一個幻想世界，你未清楚個世界係。究竟做緊乜嘢？所以第一場遊戲係好重要咯。第二樣嘢就係話你顯示角色性格呢兩樣嘢，我覺得佢呢一場第一場嘅比賽會係有呢樣嘢帶到出嚟。而你話好似話哦，跟住開始你話正式嚟講啦，我唔叫十六嘢同嗰個叫水神嗰條咁嘅龍係第二場嗰個比賽啦，等明顯係一個 level 加九對一個 level， 對只 level 十條龍，條龍仲以為自己係一個地區嘅 boss 嚟咁樣嘅，咁我唔計嗰場咧，因為嗰場根本上唔係一場遊戲。單方面屠殺，即係咪即係一個現形，即係話哇呢個十號嘢係幾勁咁樣，即係可能係你話去到話真係真正嚟講，我覺得話真正嘅第二場遊戲就係阿春日部對只英九師，其實都唔係對咯，只不過係一個考驗。騎只思路啊嘛，即係我覺得叫做送能力咯，半賣半送咯。而你話我短短兩集裏面亦都冇俾我睇到話，即係至少我覺得其實你話阿白夜叉嗰個位置，即係阿十六夜見識到其實佢應該係幾好嘅好位，唔係應該十六夜佢應該係盤算過，佢應該係打唔贏佢咁樣嘅，好似。但係我覺得至少就係你俾佢哋打一場，即係叫做真正嘅恩賜遊戲，無疑俾我哋睇究竟哇恩賜遊戲究竟係啲乜嘢嚟？咁你先可以評估到就話，第一你評估到。究竟主角群究竟有幾勁？我就算你當贏咗白夜叉都冇問題嘅，咁你只係顯示就係呢班人好強、好強、好強啫嘛，強到冇朋友咁樣啫嘛。而就算贏唔到嘅，你會知道就話哦呢、這個世界嘅規則同埋哦主角群嘅 level 究竟喺邊度？可能就算話，其實我覺得由佢已經有帶到呢啲，不過比較側面去寫啦，就係話十六夜佢行算過，因為佢嗰個白夜叉俾佢哋揀啊嘛，俾佢揀啊，你究竟想接受挑戰，因為係單對單隻抽嘛。大家阿十六嘢已經盤算到，可能估計到大家能力相距有幾多，呢啲側面已經寫佢哋嗰個能力差別咯。呢、這個我覺得你話係可能真係叫做所謂輕小說翻啦。喺呢方面其實嗰個處理冇去到話，我會覺得我會滿意嘅程度就係，因為其實你就算十六嘢盤算啊嗰啲，其實佢好似係好即時即興咁樣，就佢一突然之間出個結界喎。我唔夠你打噶啦，應該係。如果你要營造呢啲咁嘅氣氛嘅，其實你可能十個嘢一開頭，你好似話佢半玩半送咁樣嘅，佢突然間你當掉個石落去阿白夜叉嗰度，佢閃過，佢一直喺度係盤算緊佢嘅實力究竟係幾強。咁呢啲喺我哋睇開嘅所謂嘅比較叫做智謀型嘅作品，你要知道就呢條友雖然玩一下，但其實佢一直係試緊嗰個人究竟實力有幾強。到去到最後決定性嘅刻意，佢知道就話。我唔夠佢打嘅，同埋佢冇一個即係叫做絕對數值俾人咧，即係俾人大概感受。我又覺得唔需要，唔係我又覺得未必需要，我覺得未必需要嘅呢樣嘢。其實即係最主要，其實你有數之後咪煲大佢咯，可以嚟去咯。好似龍珠開頭計數得兩位，入邊三位、四位、五位爆曬鐘就要係。唔需要十萬戰鬥力。咁當然你話好明顯阿熟嘢應該係比阿飛鳥同埋阿春日部係更加強，因為佢攞到張恩賜卡之後，佢嘅能力係銀窿。即係簡單啲，銀窿唔代表勁喎，你知道？可能冇登錄呢個能力就叫銀窿噶啦。銀窿嘅最大嘅威能就係咩咧？寫乜都得，作者講乜就講乜。跟住其實，跟住我覺得最終你話如果張家寫住一個字得噶啦，神。
大曬囉。唔使玩囉喎。不過唔係喎，個堆都係惡魔嚟㗎喎，寫住。咁佢係神㗎喎，咁咪大曬囉。如果佢係神嘅話。咁呢個我諗你話係需要嘅係睇佢之後嘅。我反而係會著重睇佢之後嗰啲比賽呢，會唔會話有啲比如實力均等啲呀嗰啲攻防啦，可以阿樹玲講嘅攻防，或者係戰鬥嘅話會唔會精彩呢啲地方。因為其實咁講啦，本身去到而家為止，其實三個人嘅能力其實太偏向戰鬥向啦。嗯。所以其實你話去到之後，我比較擔心會變成一套天下第一武術大會。即係可能只係叫做話規則限制話、哦、我唔俾你用手，唔俾你用腳，淨係用脷打人嘅啫。所以係咁嘅情況出現。話明男主角一句話，冇問題，簡單，先揾我。即係咁樣嘅話，我會比較擔心就話會可能會嘥咗佢而家佢話設定上嘅嘢咯。呢個當然暫時未知道啦，我都冇睇原作，亦都冇睇漫畫。呢、這個就要留翻之後。咁當然你話呢套啦，其實已經有角色陣亡咗咯。陣亡？係有個敵對角色好似被人暗殺咗嘅。唔係佢咬咗喺下面咗眷屬啫，最多係。係咩？佢唔知佢唔知咬咗啲嘢，放啲咩入去個身體度嘛？咁可能又再打。而你話呢套其實我會因為作畫應該都係個班嚟噶，即係你依套其實係僵尸嗰套嘅作畫嚟嘅，即係阿優嗰套，我唔記得嗰套叫乜嘢。哦，先未山嚟嗰度。唔係嗰套咩？即係有算 Connection Business 係哦 ，Connection Business 係啦，嗰套咁嘅作畫，所以其實。但係嗰套呢，其實如果嗰套嘅話呢，我反而對戰鬥有啲期望，但因為之前其實佢畫主角嗰陣時嘅用殭屍嗰陣時嗰個力度呢，其實係畫得唔錯嘅，但暫時嚟講今集即係呢兩集裏面我至少未見到呢啲嘢，希望你話就算如果我真係你真係最後變咗成戰鬥，唔該你畀返啲戰鬥畫面我睇下。我就係會期待呢一類嘅嘢，而都希望即係有啲鬥智嘅場面啦，唔好齋鬥力啦，鬥力啦，或者係有啲奇怪嘅方式點樣解決呢啲咯。我覺得好難鬥智啦，你淨係睇成班人即係講到智力好高，我覺得其實都唔會講到啲咩特別嘢，因為呢套始終我覺得就係輕小說作品，我亦都覺得佢只係想輕鬆鬆咁講一個奇幻故事就算數，所以我個人係冇抱太大期望嘅。冇期望嘅，不過暫時嚟講吸引會係。呢套，嗯，系啦，咁啊呢套去到呢度啊，咁我哋下一套。